嗨，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闪电队的运动日。三个志愿在第一天参加运动的选手来跟我一起去做训练，然后一次三个人，因为健身房这边我们怕也打扰到其他的客人，不能太多人整队都涌进去，所以今天就先选他们三个。那我们之后还会有陆陆续续的，就是带他们运动的课程，因为我觉得运动对职业选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是哪三个人作为第一棒来参与训练呢？就是志愿第一棒Guxue，再来就是SeoMinSoo，然后还有 iDK， 他们三个人今天会跟着我。然后今天主要带他们练因为就我所知，除了SeoMinSoo，其他两个人比较没运动习惯，所以我们先不练大肌群，我带他们练一些比较轻松的。今天带他们练肩膀。Diamonds and dollars and chains. How about you sit back? I got this. Relax. Who said I chains up? Cause I said I'ma need racks. Got plans on the right path. 那徐克你来吧，我们今天来练肩膀啊。徐克，你说他是第一次，他没有运动过。那你觉得男人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要动动。你别跑啊！直接一边讲一边跑。小腹肌。这个人在身体里面的大力这么重啊，他说太重。练肩的话是三个动作，我现在先教你第一个叫军事肩推，不要这样气，身体往下压。呀，不是他先打不到，我到肩是不是？然后身体要正，然后不要高低差，不要动，对，然后慢慢上去，感觉你的肩膀，感觉压力落在你的肩膀上，有点不标准，跟没关系，主要就是身体要下压，然后你要这边不要用力，对，就是肩膀不要起来，然后你这边不要用力。没有啊，三下而已，没有啊，你可以的，学生，你再两下。好，在上面停一下。对，手要有点差，对，承受力气的状态是这样，从最慢速度下。OK， 好，可以就是走。那今天平常有在举这些东西吗？我就说这边是打哑的。那你跟许秀玲一样，就是。在哪里？对，然后单腿平胸，这边全程要保持稳定，就你全程只有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做不满你就运动了。然后啊，又这样，接下来，要上去的时候要，就是这个声音。3 Good, okay, 继续。这边用到就是下面用到的力气有点多，压力全部都放在肩膀上。可是如果你有点太前面了，这边就会出力。就是每个人，因为每个人的身形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有一个刚刚好的角度，他撞进去是蛮高 ，get up 蛮，对。明秀可以重一点，哎，有气，哦，有气，你们因为明秀平常肩膀怎么练？那，真的没关系，啊，我们派给差不多。这一排飞鸟，坐在这边，然后肩膀下压，然后你的手可
可以是手刀的状态，有点长得像的。然后，로켓이저맨날좋은일이죠로켓이하는것이아니고하지말고일본어로그치아이对了，这样그렇지그렇지그렇지这样比较好，因为你这样比较不会偷到。好了，然后这样纸做多少？这个你做重量吗？我做多少下？做多少下？那你做六下吧。如果你能做到八就做到八，做不到八就六。OK OK OK OK。许秀玲改造计划 Day One， 现在先不要太强迫他。来吧，你 Yes， 来你看，你看，你查身份证吗？对，查直。然后贴着，然后往前贴，对，然后来了，往后画，用这边的力。要力。他们得要开。来 ，Let's go。要。哦。哎呀，Four. Two more, okay? Okay. Try. Seven.Let's do it. Let's do it. Let's do it. Okay. Last. Last. Relax your neck. Eight. Good job. Flip down. Let's go. One. 标准。Long. Four.Seven. I help. Let's do this. Okay, well done. Okay, 肩膀靠单结束。今天我们先肩膀小，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就是，之后再带大家来练，但我们一次大概就是专门练一个地方。对。OK。对。You good？ 对。咱们回家。Time to show the world the top is what I strive for. Greatness is a journey I'm willing to stride for. Consistency is key and I don't take no time off. Against the odds I put it all on the line for. A lesson learned for every flaw I'm gonna make. Consequence I undertake. Putting all my trust in fate. Failure won't become my fate. 点赞，投币，收藏，一键三连。